十年代的十五的月亮望星空，血染的风采，再到九十年代的长城长春天的故事。董文华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歌唱家，他的歌曲不仅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转变，更饱含了全国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与崇敬。从2014年董文华的经典佳作《不胜枚举》，不少歌曲流传至今，是广大群众最爱喜欢的歌手之一。近年来，董文华也很少在电视里露面，似乎淡出了公众视野。其实董文华从未离开过歌坛，还经常会到基层参加各种演出。近日长春国贸看到董文华现身观看陈佩斯的话剧，有网友晒出了一张他与陈佩斯、杨立新等演出后台的合影照，照片中57岁的董文华容颜未老，风采依旧。